最爱拥抱着你，最怕看到你的哭泣，总会想起相爱时光，你和我紧紧依偎的情景，我们都以为是永远，却看不到悲伤靠近，人世间太多事，我却不能为你抵挡抗拒，爱与不爱谁能决定，你一世我不会为你，且山岩万水的飞翔，却回不去你的心，绝望慢慢淹没我眼睛，飞越千山，心默默呼喊着你。您是？我们见过面的。哦，陈先生是吧？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？上次有件事情我没跟你说清楚，其实我跟你父亲童文兵以前是同事，因为我们都在末世打工。是吗？本来你父亲就是一个基层干部，老老实实的，这一辈子也许我都不会认识他，但是直到有一次他出卖了我们的末总，原来这个老实人其实心里非常的肮脏。陈先生，请你有话就直说，不要侮辱我的父亲。是，他是做错了事，可是死者已矣，而且我已经帮他还了债了，能不能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，让我们各走各的路好不好？是吗？那你还少先的孩子目的是什么？目的？你以为我是故意的吗？你以为我有的选择吗？你有什么选择？你不会也想让我跟你去医院把孩子打掉吧？你们这些人怎么都这样，自己看着心里不爽就想出这儿后快，这是一个生命，这是一个孩子。你不用再说了，我到了这把年龄我还不想干那缺德的事情。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一笔钱让你去国外，你放心，到国外以后我会按时给你寄生活费，至于这孩子嘛，到那儿你想生就生吧。我为什么要走？这里是我的家。做人不要这么贪婪，你说吧，需要多少钱？我不要你的钱，但是我也不会走。不行，我必须要走，你知道吗？少卿这些年为了什么不顾一切，苦苦打拼，他受了多少罪，吃了多少苦，你知道吗？啊！眼看着他能夺回末世，可是从你出现以后，是他昏昏沉沉，不能打点事情，这是他功亏一篑，而且不能让知道你还了他的孩子。你走！你放开我！穆总，哎呀，你总算来了。哎，穆总，我说你什么地方不好找，要找这个鬼地方来啊？阿切，哎，这什么鬼花？拿走，拿走。来，把花拿走吧。是穆先生。
怎么样，好些了吧？哎，穆总啊，有什么事情你快说，说完了我马上走，我挺忙的。我找陶总，当然是一起发财的好事。发财？行，冲你这句话，我什么鬼话都不怕了，咱们慢慢聊。行，我先给陈总打个电话，这件事是他们公司在运行，有他在，我们才好说。 怎么样？孩子没了。啊！哎呀！雪儿，同学。 干嘛老看着我？我什么都没干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会从楼上摔下来？你以为是我把他推下来了？我什么都没干，我发誓。你敢说你不是？不是就是不是。那你去找他干什么？我找他商量点事儿。商量什么？不用你管，反正是对他有好处的事儿。你们墨家就没干过什么好事，你还敢说这种话？ 你以为你清白啊？你干过什么？你心里比我更清楚。陈先生，同学找你。你对同学做了什么？ 是不是你把他从上面推下来的？我没有啊！我告诉你，要是你害了他，我一定会报警的。我要送你去坐牢！哎，舅妈，舅妈，舅妈，不关他的事，不是他推的我，是我自己摔下楼梯的。陈先生，哎，我想跟你说几句话。你还不赶紧过来，舅妈。 现在孩子没了，你可以放心了。童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愿意是这种结果。无所谓了，我只求你一件事。你说。今天的事，不要告诉他。还有，以后你们无论是谁，都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我知道。 小姐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有个急事给耽误了，已经处理完了。好，我正在回去路上，马上到啊，哎。
雪儿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谁欺负你了啊？舅妈，我不想说了。雪儿，舅妈，让她多休息会儿吧，要不她太难受了。月英，麻烦你先送舅妈回去，我想一个人安静的待一会儿。让舅妈再陪你一会儿好不好？哎，这个老陈再不来，我的鼻子都要烂掉了。到时候割下来当狗粮，我也给他吃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，怎么还有闲心坐在这儿喝咖啡了？哼，弟妹来了，弟妹，好久不见，越来越漂亮了。谢谢。你们三位在这儿密谋什么呢？没有了，叙旧，叙旧。我要跟你说的，都已经说清楚了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还是走吧。我好心好意的跑来告诉你，你的小情人出事了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打掉我的孩子？不为什么，因为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。我故意摔下楼梯，没有打掉孩子。既然孩子不是我的，那你为什么要打掉他？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你怀了我的孩子？因为我不想让孩子认你这个父亲。你要报复我，我也要报复你。你，你一定有很多时候都是真的想杀死我吧？随便你想怎么样吧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。要杀要剐都随便你，
我很想我妈妈，早一点见到她也是一种幸福。我没想到我真的是欠你的，我一直觉得你不可理喻，我既不聪明又不漂亮又不可爱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，我不知道原来是我的父亲害了你父亲。在我心中他是一个好父亲，他一直教导我做人要有操守，没想到大人的世界是这么虚伪，孩子没了更好，免得他到这世上受苦。以前我恨你，我恨透了你，我恨你夺走了我的一切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如果父债子还，我也算是活该。所以作为仇人的女儿，现在的我没资格恨你，也没资格怨你。如果我有杀父仇人，我一定是日日夜夜都想杀了他。你这样对我，我也算是活该。我真的很想杀了你，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还是没杀呢？让一个人痛苦，有时候不一定让他死的，因为死亡往往是一种解脱。只要让他绝望，他就会生不如死。你杀了我的孩子，我就要留着你的命，你一定要给我好好的继续活下去。你放心吧，好好的活着。
你去医院看他了吗？有什么事明天说吧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，害着童小姐没了孩子。 你再说一遍。如果我不去找他，我不跟他说那些事儿，我不在后面追他，他就不会从楼梯给我摔下去。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？我不敢说，我更不敢跟你去医院。可是我知道这都是我的错。如果我今晚不跟你说清楚，我这一辈子都会后悔的。你找他干什么？你跟他说了什么？啊？ 其实我早就知道他有了孩子，我怕你知道这件事情分析，我就去找他。不过我不是让他拿掉孩子，我只是想给他钱，让他出国。可是他没有答应。少卿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？先生，傅先生，傅先生，请冷静点。我先生，你别这样，怎么回事？ 别这样，冷静！哎呀，别这样，傅先生，傅先生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同学，我更对不起大哥，是我害了他没有了孙子。 是吧？我没事。少卿那儿就拜托你们了。老马，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孩子没了？刚才莫先生突然要我送他到医院去。 最爱拥抱着你，最怕看到你的哭泣，总会想起相爱时光。你和我紧紧依偎的情景，我们都以为是永远，却看不到悲伤靠近。人世间太多事，我却不能为你抵挡抗拒。爱与不爱谁能决定？你是我不会唯一，千山万。
水的飞翔，却回不去你的心里。我该如何去挽留你，当绝望慢慢淹没我眼睛。飞越千山，心默默呼喊，我错了你。如果我更早一点放手，他就不会受那么多的苦。但你也不会白白来到这个世上。如果来生相遇，我要选择对的时机，绝不允许最后看你委屈无声的离开，让一滴眼泪霸占你眼睛。我们都以为是永远，却看不到悲伤靠近。人世间太多事，我却不能为你抵挡抗拒。爱与不爱谁能决定，你已是我不会唯一。且山远万水的飞翔，却回不去你的心。天上心默默呼喊着你，你来了。喝点什么吗？不喝了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？我知道骗了你是我不对，是我伤了你的心，可是我这么做也只是为了想要留住你啊。如果你说的是这些，那我已经听到了，你保重。萧山，萧山，等等我，萧山，等等我，萧山。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，我还有事。你还有什么事？你急着要去哪？去找同学对吗？这和你没关系。他都已经怀了别人的孩子，你还找他干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那天我去宿舍找你，你不肯见我，我一个人站在门外，听见刘月莹给你打电话了。那她流产了，你知道的？她把孩子打掉了。不是，我来之前给月莹打了电话。他说同学昨天从楼梯上摔了下来，他从楼梯上摔下来是因为姓莫的那边人去骚扰他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这样看着我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先走了。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。
喂，喂，顾太太，您好，有什么事吗？口水流产的事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不知道啊。是不是你做的？说话要负责任。他流产关我什么事？我想见你，你在酒店吗？我很忙，对不起。我手上还有一些关于同学的秘密数据。什么？我想亲手交给你。你在酒店吗？我就在附近。好。弟妹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，堵车。没关系，我只想知道你昨天跟莫少谦都谈了些什么。是碰巧遇到，随便谈谈吧。你也知道，我们敬天集团和远中是死对头，怎么可能谈生意呢？你想多了。我不是想多了，你们谈什么我真的不感兴趣。就算你们联手起来私底下对付我爸，我也不会理会。但是我要提醒你，不要乱讲话。你我现在是同坐一条船，你老爸对我不仁，我不会对你不义的。如果没有其他事情，我先走了。我挺忙的，不像你，除了盯着你老公，没其他事情可做了。问你，同学流产的事是不是你做的？这次有好戏看了。哼，你在瞎说什么呀？我刚告诉你同学怀孕了，她就摔下楼流产了，有那么巧？你不是有东西给我吗？没有，我骗你的，要不然你怎么肯见我？那你可以走了，再见。到底是不是你？放开我！真的是你，你心肠怎么这么狠毒？你没有资格这么说我。同学怀孕的事情不是你告诉我的吗？你不就想利用我来对付他吗？现在在这办什么好呢？我只是想让你想个办法，让他离萧山远一点。自己的男人是自己的事儿，你连自己男人都管不住，还在这儿说我。如果我是男人，我也不会爱你。站住！一开始是你来找我的，还假惺惺说什么同是女人就应该互相帮助、互相保护，说得多好听呢。我是恨同学，可是我没有想过要把他害成这个样子。我是想破坏他的名誉，因为他根本就是不要脸。可是我没有想过要把他害得连孩子都没有了，还是你老公的孩子，你怎么下得了手？你想怎么样？你可以去报警啊。走啊，去报警。我要你跟我去向同学道歉。给我走，放开。哎，陶总啊，他们在吵什么呀？我一个女人。那这个女人是谁啊？我说你是古人不上网。莫少谦外面的女人前一阵子都闹翻天了。放开我！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。怎么样，赌一把1000块，赌谁打赢？泼妇对泼妇，我赌2000，两败俱伤。报警了。不要一错再错了，打伤人是要坐牢的。萧山，萧山，萧山，你听我解释。没什么好解释，我什么都听到了。现在你刚才要拉那个女人去向同学道歉的份上，不会把你供出来。萧山，萧山，你听我解释。
弟妹，哦呦呦呦呦，你看看看，哎，要不去医院？不然咱们去报警。我愿意挺身而出当你的证人。刚才那个女人像泼妇一样。不关你的事。哎，你别八卦啊！今天的事儿千万不能说出去，太丢人了。那是那是。弟妹，你得去看医生啊，看看破相没有啊？滚！好好好，那我们走了啊，别忘了去看看啊。刚才有个也认识同学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，之前同学怀孕了，可是就在昨天她流产了。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怎么知道？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不管你现在在哪，你马上回来，别在外面胡闹了。别给我废话啊！谢谢啊。月英，同学怎么样了？天亮刚睡着。你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？等我来，我们可以一起接他出院呢。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马上就去医院了。谁知道那莫少谦那么神通广大，居然找到医院去了，还说要掐死同学。我当时一听我就慌了，我就赶紧把他接回来了。当时都晚上四点半了，我不是怕把你吵醒吗？那你跟舅妈说了没？我刚才给舅妈打过电话了，她说马上就过来。等一会儿舅妈来了，先让她照顾同学。你陪我去警察局，我要报警。报警？报什么警啊？我要让莫少谦坐牢。你别傻了，你冷静点好不好？他要掐死同学。他可能就是一时心急，毕竟那也是他的孩子啊。你还帮着他？我不是帮他，你想想，如果你去报警，同学和他的事儿不就天下皆知了吗？你得为同学着想。你让我别把这事儿告诉郑飞，可是我刚才接了你的电话，我实在忍不住，我还是打电话给了他，我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姐夫，让他姐夫别再骚扰同学了。你放心吧，我相信飞大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欺负同学？上辈子欠了他们的吗？别怕，不是还有你我在保护他吗？舅妈来了吧？你干嘛呀你？小姐，这位先生找你。萧山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同学呢？他没事吗？啊，他没什么事了。我可以见一下他吗？他天亮刚睡下，现在可能还在睡觉呢。那我可以坐在这里等他吗？啊，这。那我上去看看他醒了没有啊？谢谢啊。来，屋里坐，坐，没事儿，当自己家啊。你放心，同学肯定没事儿。坐。哎，同学，你怎么起来了？你怎么坐这儿发呆呢？我不是想坐，我是想站起来。可是我站不起来啊。你别着急，你现在身体还没有恢复呢，要不你再躺一会儿。难道我就要这样躺一辈子吗？我想重新站起来。你一定会重新站起来的，你看太阳会照常升起，天还是蓝的，云彩还是白的，天不会塌下来，你也不会倒下去。对了，萧山来了，他在楼下呢。我不想再见他了。为什么？我想忘记从前的事情，忘记莫少谦，忘记萧山。但愿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
我想重新来过。他醒了吗？他醒了，不过他不想见你。你也别难过，他今天心情不好。啊啊，那个，你就让他休息两天嘛，过两天再来看他好了。啊，哎，你打起精神来吧！哎，我陪你出去走走。来来来来来，对了，出去散散心。不用了，你留下来和月莹一起照顾她吧，她更需要你。我没事，我先回去了。她如果有什么情况，打电话给我。不知道，他不肯见我。萧山，我只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。你说。着你一整的容颜，心